这台是我们的卧室插拔力，然后这两个是我们的夹具，我们分别把夹具样品放在这两个夹具的中间，把位置对好，然后这里偏心轮是可以调节那个长度距离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夹具可以调节左右上下，只要把位置对好，然后就可以放上样品。这个是我们的测试界面。然后我们点设置，设置里面有我们的设置次数，这个按自己的需求来设置，比如我设10次。点设置。测试完毕，它会自动停止。这就是我们测试出来10组的数据。测试完毕，我们可以查看数据。这是我们10组的数据，可以全部打印出来。嗯。